首歌的 MV， 我覺得導演拍得很好咯，因為很配合到首歌本身的意思咯，即係譬如係講依首《微光》係講好多人在工作上啊、學習上或者家庭上有很多遇到自己的壓力啦，成日擺自己在一個很暗、很黑暗，諗啲嘢好 dark 啊咁樣嘅。咁但係咧，其實當你遇到困難的時候咧，你總會有一個解決的方法咯，總會找到一道微光，令到你行翻一個正規的路咁樣，帶出你依個黑暗的地方咯。咁所以成首歌其實你會發覺睇 MV 嘅時候咧，開頭前半橛咧係好黑掹掹嘅，真係我哋喺一個天台度拍呢一首歌啦，咁就好黑掹掹咁啊可能呢首歌嘅編曲又有啲 rock 嘅感覺啦，咁所以就導演揾咗一班嘅打 band 嘅 rock 友啦嚇，咁真係 live band 咁樣彈，咁所以特別有 feel 啦，跟住就。唱下，因為唱到咁上下咧，就有一群黑色嘅雀仔定係烏鴉之類啦，飛過咁，跟住一飛過之後咧，哇！一道光咧就照住你啦，咁咧就慢慢成個 MV 就開始有光啦，開始步向呢、這個光明之路咁樣咯，即係咁嘅意思啦。咁所以我覺得佢拍得好有感覺咯。同埋好有型啦，咁可能大家即係 rock， 即係呢個做主題係特別易型噶嘛，係嘛？咁所以就整咗個爆炸頭啊，咁個爆炸頭就整 set 咗成四個幾鐘頭喎，係啊，淨係為咗 MV 咁啊整啲假紋身啊咁樣啊，咁啊著條短褲啊咁係咯，成件事都即係。都幾 OK， 起碼之前我未做過呢啲形象咯，咁樣試過，咁都幾得意咯，幾好玩咯。